restaurant。 好了，我的食物已经来了，那你们再看多一次，可以拍拍照吗？ OK， 我这个造型师主要是把欢乐带给大家，记得帮我 like and share、哦、Jade 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the video and thank you for going into the live. My name is Jeffrey Chung 钟天飞。那么现在我来到这个现场，叫做 99 Thai Story Kitchen， 就在 Bishan Street 11， OK， 大牌151。那么这家餐馆呢，卖的都是正宗的泰国菜，因为他们的食物啊或者料呢，都是来自泰国运过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正宗的泰国菜，而且是非常的新鲜。Especially 我们讲到菜啊或者是海鲜，我们用的料都是一定要很新鲜的，要煮起来比较好吃。而且重点是他们没有用 MSG， 就是吃了非常安心。Hello Adventure， thank you for watching。那么今天所介绍的佳肴呢是非常精彩，有 Century Egg Salad， 皮蛋可以吗？皮蛋喜欢吗 ？OK， 皮蛋。那么也有 Pandan Chicken。Pandan Chicken 在泰国来讲算是主流，我们一般上会去这个泰国餐馆都会 order Pandan Chicken 的，因为大家喜欢吃鸡肉嘛， OK。 然后呢他们的煮法非常的香浓，那个等一下我吃看看给你们看，然后你们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打这个号码， OK。 然后 Dingo Hi Vendra Sui Nice to see you here。 我们的一波选美专家常常举办很多 international pageant， 希望有一天去一波跟你做选美， OK。 那么也有 century egg salad 之外，还有 pandan chicken， 还有 tom yum red with seafood， 那么还有 Thai style clay pot with vermicelli， 哇哦，冬粉，哇哦，这个是我的 favorite。 那么这个 homemade pandan chicken 那是纯手工制，什么叫纯手工制？ homemade 就是说它的 product 方面呢是别家没有的，因为有些 restaurant 他们是订 contractor 订过来都是统一的，大家吃的都一样，所以你吃不出什么精彩味。那么在这里呢他们是 homemade， 也就是说 self-made 方面呢，他们的厨师因为是来自泰国，所以是很正宗，他们的厨师是有多年的经验。那么我们的老板呢是聘请过来，高薪聘请他过来，所以非常值得，而且价钱非常大众化，等一下就会介绍。还有呢 Tom Yum 呢是自己熬制，不是用那种包装的。我们有些时候去 supermarket 啦，或者去一些wholesale 的地方啊，买到那个现成的来做成那个汤，但我们这边不用这些，我们是泰国的厨师真正的煮那个熬出来的那个 Tom Yum soup， 非常的好喝，非常的鲜甜。那么 clay pot prawn with vermicelli 有一种特制的调料的酱汁，那么外面是找不到的 ，OK。那个厨师是特制秘方，有秘方的，真的，因为，你吃出来你就感觉到它，跟别的餐馆是不一样的风味。冬粉呢是软软的，很适中的，不是硬的那种的。那 Century Egg 呢，就是说皮蛋在外面是很少卖，那么酱汁也与众不同，皮蛋也不会太软，刚刚好。皮蛋来了 ，OK。Vendor Sweet。This is their famous Thai iced tea. Haha, hopefully I love Thai food. Okay, 现在我们的 chef 送过来了这个 Century Egg Salad. Century Egg Salad, 什么叫 Century Egg Salad? 就是它的皮蛋弄成这个 salad. Hello, 林汉池，谢谢你观赏我的 Facebook Live. Okay, 这个皮蛋呢我们这样单看了、是肯定它是用 more than 一粒，所以呢我们吃起来是非常的饱满。多少钱呢？才10块钱 OK。 这个我一看、就大概三个人都可以 share， 两三个人都可以 share 完。看看这个 Century Egg， OK， 这个是他们的 appetizer， 很大盘对不对？那么我们看看它的味道是怎么样。我们看它的汁方面、首先它的汁是也是蛮多的啊，有我喜欢所有的 ingredient 都在里面， especially 这个叫文水 ，OK， 好，我们现在吃它的皮蛋。皮蛋方面就是，大家看这个皮蛋 ，OK， 这个 menu 呢不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所以呢，你来到这个 99 Thai Story 呢，可以吃到他们独家所熬制成的，
它皮蛋很新鲜，而且呢，它调最重要是它把那个泰国的那个酸辣的那个味道、都已经放在里面了，说调制而成的。你看它的那个汤汁 ，OK， 哇哦 ，amazing， 我喜欢酸酸中带辣，它的辣也不会太呛。好像我们看看它的料当中啊，还有花生，看到吗？那个花生，我喜欢的这个 ginger， 看到吗？这个 slice ginger， 姜丝，鱼翅皮蛋通常都会有姜丝，我们看看那姜丝，哎呀，太好吃了！整个感觉吃起来是非常的刺激你的味蕾。记得要跟我 like and share 我的 Facebook Live 哦 ，OK？ 让更多人可以品尝到、看到这个美味佳肴。好，再看看这个鸡蛋，杨玉，欢迎您收看 ，Hello Melvis 喽。好，看看我的皮蛋，我的皮蛋，软软的，这皮蛋软软的。泰国厨师呢，就是说他们那边那开 story 的厨师呢，来自泰国，所以他们煮方面呢很讲究。可能你的家里有皮蛋，或者你去巴沙买皮蛋，或者 supermarket 买皮蛋，可是你要用他们的 homemade sauce 是买不到的，只有在这边才可以吃到。所以呢，它柔和出这个皮蛋的那个纯纯的味道，再加上酸酸辣辣的，很有泰国风味。我真的很喜欢吃皮蛋 plus 它的这个 ginger。真的不是夸张，这个皮蛋真的是不是普通的皮蛋，比我的脸还要滑。滑滑嫩嫩的，还有呢，我喜欢阿年，他加了一些些阿年进去。这个花生很 crunchy， 刚才吃了，我非常喜欢。这个柔中带柔，它的滑中带滑，它整个皮蛋的那个 quality。 Hello Jewin， Hello 小英， Hello Eileen， Wow look so yummy， Thank you so much。 Jewin 你下班了吗？下班了就来吃这个皮蛋，看了你喜欢吃皮蛋吗？这个皮蛋真的很滑，非常的滑，而且它带重一点酸酸辣辣的泰国风味，整个感觉是又滑又刺激又软，又整个感觉是辣辣的，然后整个脸火爆起来，吃起来呢是非常好像在热恋当中，因为它是很 hot 嘛。OK， 我们再吃看看这个皮蛋。它的 matching 刚刚好，就是那个 ingredient， 因为它的 sauce 它是泰国人做的嘛。你知道泰国人讲究原汁原味的泰国的风味，他们不是乱 mix 的。就是有些人模仿怎么煮，但是泰国人他们是不用模仿，他们本来就懂得怎么煮，所以呢煮出这个正宗的泰国菜味。真的是好啊。 Thank you 小英帮我 like and share for Dan Group。 Wow amazing， 刚才我 mind 的那首泰国歌还可以吗？ Hello 小英 starting hung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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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吃吃这个皮蛋，这个是 appetizer 而已哦，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我们看一下花生刚才我吃的很喜欢。crunchy crunchy 的，爽在口里。这个吃几粒因为你嘴巴很呛，你一定要缓和整个情绪。所以呢，我们要喝一喝它的 Thai iced tea。
only $3. Hello, Lucas Lim, you can dance. Thank you, watching dance love. Show me your dance move. You can rewind the video. Just now I dance already. 刚才我跳一首泰国歌，不懂你们有没有看？ Loving you so much, too much, very much right now. มีรูปิกูยืดตาตื้อยาวไม่ชิงริกายริกายริตาตื้อวีรักเท่าไม่เธอไม่เธอมาไม่ไม่ไม่เดิม so don't you so say goodbye. I hate to lie, you're my sorry on. 撞到我笑，有时候咬字方面就我舌头在打，因为泰国字很难咬的，那个 pronunciation 不像我们华文字那么单纯。Hello Lucas， 你喜欢吃泰国菜吗？如果你喜欢吃泰国菜，一定要来 99 Thai Story Kitchen， 就在 Bishan Street 11 Block 151。你笑我老婆老哈哈哈哈，你试看看，你唱泰国歌你就知道多难唱。OK， 好，现在你看到这个是 appetizer， 它的满满的整个century egg， 也就是皮蛋哦。一般我们吃皮蛋的味道是很顺、很柔、很滑 ，OK， 但是它没有什么味蕾。但是在这边呢 ，199 Thai Story Kitchen 呢，它加了很多 sauce， 它的 Thai sauce，OK，、okay? 看到吗 ？OK， Hello, Agnes. Agnes, yeah, thank you for watching. Mm. 有时候吃东西呢，不需要讲话的，因为它 feel 在里面。我们的感觉是在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胃。我现在在吃它的 Thai sauce， 酸酸的，我喜欢酸酸辣辣的那种感觉，因为呢，这个是很开胃的。就你吃的时候可以配饭。Hello Leslie Young, thank you for watching. Lucas Lim, eat don't talk, talk don't eat. Later you go hospital. Ha ha ha. Eat can talk, but after you finish munching and 因为做节目嘛，一定要讲话，对不对？不可能我只吃的，你们不懂我在吃什么。OK. Now Leslie, if you like Thai food, no need to go Thailand already. This is the best place to eat Thai food at 99 Thai Story Kitchen. OK.We are promoting, or rather, we are testing the Thai food with the most authentic Thai food, having the Thai chef all the way from Thailand. They cook very authentic Thai food. My goodness, 我现在吃到我 oh my god. Hello, Riza, yeah, thank you for watching our very, very famous choreographer, fashion show producer. Hi, Dennis CK. Dennis, hi, thank you for watching. Okay, I'm showing you.This Thai restaurant at Bishan, Street 11, Street 11, repeat to me, Street 11, repeat, Block 151, 151. Hello Anglo, Sawadika, Min Hai Yen. Wow, 今天很多大咖来看哦 Lucas Lim, best Thai food, yes. Okay, just now I tried the century egg and I tried their very tasty self homemade sauce. Look at the sauce. I would use the word magical because the taste itself is very exclusive and it's only exclusive because it is a Thai chef. 他们的 chef 是来自泰国的。Yes, Lucas, this is the best Thai food. If you want to order, you can call this number 9773-8887. So you can call this number, you can screenshot. I do a post now, you can screenshot.Okay, the address is Bishan Street 11, Block 151. What I'm eating now is actually the century egg. Century egg. If you eat century... This time I sing Thai song. My tongue twisted too much already, so it's always choking. I guess it's not easy to speak Thai language, correct or not? Sawadika, Kabunka.Her Wong, Bishan Street 11 La. Yeah, Bishan Street 11 La. 对啊，我们写 Bishan Street 11, 对不对？这个是 Street 11. Okay, Block 151. Her, 你有来过吃吗？这边。Okay,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eir
magically Century Egg. Look at the Century Egg. Do you like Century Egg? Hello, Sylvester Soon. สวัสดีครับ吃泰国餐哦，我是很开心的，因为呢，我喜欢酸啊、辣的那种味道，全部带有我的喉咙里面乱抢味，抢到我很开心。海燕，你喜欢吃泰国餐吗？你一定要来这边吃哦。现在我吃这个 Century Egg 才 $10， it's only $10 if you come and eat. Of course, you can do delivery order. There will be delivery order based on the venue. So depending on 你在哪里，非常值得吃。好，我们先看看它的 ingredient 方面当中，除了 century egg 方面，你可以看到它放一些辣椒，看到吗？辣椒，新加坡人都可以吃辣的，对不对？无辣不欢。还有 onion， 你喜欢 onion 吗？我喜欢 onion。还有 tomato， 还有 ginger slice，OK。 还有一些 cabbage 泡菜，还有 bonsai coriander leaf， 还有他们 homemade 的那个酱汁 ，OK， 哇，真的很够呛。平时你如果去买 Century Egg 哦，你要弄成这样的味道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特别请到泰国的 chef。 特别酿制而成的 ，Per Wong， 你说的吗 ？Next time we go eat with Elin Ya，OK，、okay, no problem， 非常欢迎你来这边吃。我通常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会在这边，6点到10点。如果你来吃，可以跟我打个招呼。OK， 我除了做 Facebook Live， 我也会在这边，做一些 homework。 Sylvester， 你的。 Crab 的那个鱼丸怎么样？卖得好吗 ？Lonnie Lim Lasters， got to try green curry， got to try green curry， 我会 try but not today， 因为它 menu 太多了。我们单单来这个，在迪奈泰 Story Kitchen， 它的 menu 是 extensive， 不只是只有一些些你主流的，还有非主流。 Hello Keith Lee，thank you for watching。Hello Kenneth Ong，thank you for watching。 那么，因为它的 menu 是很 extensive， 就等于说，你有很多选择，你可以不停的来，你整年来你都可以吃不一样的东西。Kifli， 谢谢你帮我 share 我所有的 posting， 很开心。朋友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当我在吃美食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朋友也能够品尝到美食。那么今天我这个造型还可以吗？我今天跟昨天的造型不一样，昨天像凤飞飞，今天是比较像Joker一点点。 刚才我跳了一首泰国歌曲，主要是 spice up the whole showtime 我的 airtime， 那么让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泰国的主题。那么如果你靠近 Bishan 的话，如果你现在肚子饿的话，你想要吃一个美味而不想要花太多钱的话，要大众化的价钱的话，你一定要来到 Bishan Street 11 Block 151。 So far, your food all very good. Wow, thank you for your compliment. Lonnie, 你来过这边吃吗？你来这边吃的时候是吃什么呀？你几时来吃的？我很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喜欢吃些什么，然后他们有什么感觉跟我们分享，有什么 feedback 让我们更加的进步。OK， 我们今天不只是这一道菜哦，等一下还有更精彩的美味佳肴。 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个这么大一大碟的 century egg， 也就是皮蛋，这个是一个 appetizer。 我们通常去一间 restaurant 吃东西呢，他们有分 appetizer， 然后就是汤啊，还有那个进到了 main course 啦，然后就 dessert， 他们 dessert 好精彩哦，昨天吃了他的 tapioca， OK 热热的，他们弄烧的，还有他的 mango sticky rice。 Mango sticky rice, my goodness！ 我跟你讲，慢慢我就会介绍 ，OK？ 我不可能一次过介绍那么多，所以你要星期一到星期五看我的 live，every Monday to Friday 6 to 10， 我都会在这个 99 Thai Story Kitchen， 你可以来这边找我，跟我 say hello，OK？、Okay? 我如果没有拍摄的时候可以陪你吃，因为呢，跟大家一起吃东西聊天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好，我们再看看这个皮蛋哦。
它的整个皮蛋方面呢是香滑可口的。Hey, color very nice. Thank you for you like orange color. OK, 我们看这个皮蛋。OK。Melt in my mouth by Thai chef. Hello, Lonnie. You said green curry, pad Thai, pineapple, fried rice, a lot of the dishes. Try. You tried already. Thanks, bro. OK, 我再 try 一次它的整个它的 sauce。他们的 ingredients 哦 ，from 他们的调料到他们的，不管是西服或者菜什么都好，都是很新鲜的，从泰国那边运过来，保证新鲜之外，你可以吃到正宗的泰国菜。因为我们就是主打，就是说你不用去到泰国，你可以吃到正宗的泰国菜。那么再加上我们的 chef 也是来自泰国的，所以呢，180是 very very Thai。An exotic Thai food paradise， 就给你一种感觉的，就是说，整个风味呢，整个吃方面呢，都是非常的 exotic。exotic 的意思是一点点刺激，一点点辣。OK， 我们看哦，我喜欢吃本水 coriander leaf， 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吗？有些人不吃的，我知道，但是我本身呢很爱吃，所以呢他们放很多我喜欢的 coriander leaf。OK， 他们的这个本水。我的表情丢起来主要是因为它的 sauce 辣中带酸的那种整个刺激里面。 OK， 好，我们看看它的皮蛋，再来吃看它的皮蛋。我本身三更半夜都会拿皮蛋来吃的，所以我喜欢吃皮蛋。但这边呢跟我们一般上在家里做的皮蛋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放了泰国的 sauce， homemade exclusive， 只有这边才有的。 OK， 来再一次的看我的 century egg。 太好吃了。他放了一些辣椒，切的辣椒 chop chili， fresh chili。 OK， 那这些辣椒呢，他把整个味蕾那方面呢都弄得很刺激。你吃皮蛋你少不了吃 ginger。 OK， 朋友们，你看这个 Facebook Live 一定要记得 like and share， 记得吗？帮我 like and share， 更多人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food，美味的泰国，这个就是 ginger。 OK， 如果你喜欢的话请打这个号码97738887，他们的 hotline 真的是 hotline， 你可以 private message 给他们 whatsapp， 跟他们订购所有的泰国。然后呢他们有一些 basic delivery charge based on the venue， 全新加坡都有送，不管你是在新加坡的哪一个角落，他们都会送到你的府上。那么你在家里也可以品尝到美味的佳肴，你或者也是可以来到这边吃。那么在泰国我们方面最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 Thai iced tea。 你看到这个 Thai iced tea 吗？这个也是正宗，它的整个 Thai iced tea 的制造呢也是来自泰国的 ingredients， 他们的 special concoction。 Hello Kelly Yo, welcome to watch my Facebook Live. 记得 like and share, thank you so much. 吃了那些酸酸辣辣，你一定要哭到的，对不对？在泰国来讲，主流的就是吃喝这个 Thai iced tea。Thai iced tea 呢是泰国主流的饮料，是个 tea， 但是呢，它的 tea 不是我们新加坡的那种 tea， 不是你去 Kopitiam 喝的那种 tea， 是不太一样的。All the way from Thailand, OK？ 我还是要讲，这个 Century Egg Salad 是非常值得的 ，It's only $10， 所以你可以delivery order， 你也可以来这边吃，就在 Vision Street 11 Block 151。
那么现在你看的这个 Facebook Live 呢，是我现在开始，就是说从昨天开始，每个晚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会介绍不同的菜色，都是跟泰国菜有关，都是跟 99 Thai Story Kitchen 里面所配合起来的所有的好料，很好很好吃的东西，每天都介绍不一样的东西。那么在这个 Century 当中呢，它的这个整个 salad 再一次给大家看一看，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吃了蛮久的，大概十多分钟我还在吃这个 Century Egg Salad， 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一盘真的很大，10块钱你可以两三个人一起 share， OK， 当你们一起 share 吃的时候呢，你们根本都不用抢，因为它很足够，它的料很足够。你看它 peanuts 特别的大，一点点那个 sauce ingredient 就觉得是很呛的，在那边还有呢一点点的 cabbage 泡菜，这个皮蛋哦，你仔细的看一看，当我们吃皮蛋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看它的 quality， 它的 quality of 皮蛋是非常的晶莹透彻，有没有看到？看到吗？这种叫做 good quality， OK， 它的这个皮蛋是 good quality， 而且呢，它加了那个 Thai sauce， 它是柔中带滑，滑中带辣，辣中带酸，酸中带爽，这个就是他们的皮蛋，给我们吃看看。太好吃了，不要只是看我吃啊，如果你们觉得好吃的话，想要吃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它的皮蛋整个味道软软的，你 melt into your mouth， 我的嘴巴就是充满着柔软的幸福感，有点像一个很滑的东西在嘴巴揉着揉着然后顺进去，这个就是皮蛋的魅力。我们吃皮蛋呢，最主要呢，除了它的质感要好之外呢，加这个 Thai sauce， solid， 我不骗你哦，这种 ingredients 哦， either make or break the content of the food， 单单它加一些 ginger， 你看，这些 ginger 它都毫不吝啬的放很多的，有时候我们吃皮蛋哦，皮蛋方面是要配合这个 ginger， 对不对？所以加了很多 ginger 在里面，太满足了，看到这电话号码吗？97738887，97738887，这个号码你可以 screenshot， OK， 你拍到了你可以打电话， OK， 来 order， 就在 Bishan Block 151 Street 11 Unit Number 01-195。 其实呢，你一来到 Bishan Street 11呢，你就大概可以看到这个 Thai restaurant， 因为它整个 decoration 是非常的 unique， 有泰国的那个 structure， 有 alfresco dining 在外面，有大概11个 table， 也有 private dining 大概有6个 table， 就算你要比较conducive 的 environment， 比较像 VIP 的那种感觉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吃，有 aircon， 那么如果你要跟朋友开开心心的就热热闹闹的，可以在外面吃。那每个 table 呢，当然现在是 COVID-19 只允许5个人聚在一起，所以是非常非常的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any party celebration， it could be birthday， it could be anniversary， it could be anything， 都是很值得来这边庆祝的。刚刚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Century Egg Salad 呢， it's only $10， 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其实可以 order， 因为他们有 take delivery order，
他们的 delivery order 今天星期二还不算太忙，所以你如果可以 WhatsApp 给他们，或者你去他们的 Facebook 里面呢 private message 更快，因为我们有一个 admin 的人会帮你处理你所有的 order。 有些时候到了星期六或者星期礼拜天的时候呢，他们比较慢 reply 是因为他们的生意太多，很难 handle。今天除了介绍这个 Century Egg Salad 之外呢，我还有其他的美食要介绍，一一的介绍。所以呢，你们慢慢的看，慢慢的陪我吃下去，你们会觉得人生是充满着希望的。OK， 那我吃了这个 Egg Salad 呢，我现在呢就好好的吃它的 Thai Iced Tea。Thai iced tea 呢，有些时候他们你在外面，有些 beverage shop 饮料店，他们是用粉来做，但是这边呢，他们的 chef 是用泰国运过来的 tea 过来。OK， 那么在今天的，因为煮的东西需要花时间，所以时间会比较久一点。有些时候，我们去一家 restaurant， 他们很快就 serve， 并不代表他们 efficient。有些时候是他们已经是现煮，所以呢你就很快的就吃到。问题是现煮的东西不一定是那么好吃，因为好好的先怎么讲呢，预早煮的东西就不是那么的好吃。但是如果你现在 order 他们现在煮的话，可能要等一段段时间，但是它的 standard of the quality is very nice。 Hello Terry Tan 立成，谢谢你观赏我的 Facebook Live， 帮我 like and share 可以吗？这是我们的新谣潮汐小组的陈立成，清晨的太阳最阴虚，它照耀每个人的心，掀起了忙碌生活的开始，更引导你走向光明。好，刚才我介绍的这个 Century Egg Salad 呢，我真的不想要浪费它所剩下的这些菜啊，它的料还有它的整个 ingredients。为什么呢？因为它每一样东西是用心做的，都是来自泰国的，怎么可能就这样放在一边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品尝，对不对？当然如果这样吃呢，我会觉得很单调。 You can go with rice， 你可以跟饭一起吃。有些人很喜欢 order 这个。 Hello Serene， 小倩，终于看到你出现，谢谢你。好，我们现在来到大家很喜欢主流的 Pandan Chicken。 这个 Pandan Chicken 呢才9块钱，9块钱就有4粒， That means 你可以4个人 share， 一人一粒。来看看这个 Pandan Chicken。 Serene， One day you must come and eat， OK？ Are you in Bishan？ If you're in Bishan， you can come and eat， OK？ 就在 Block 151， OK。这个 chicken 呢是 pandan chicken， 我们很多时候去 Bangkok 或者去泰国呢，我们一定会 order pandan chicken， 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很 famous 的一个 dish， 算是一个主流，它是一个很 famous 的 street food。 Yes Serene， I would like the salad。 okay， Serene 是新加坡的美姐哦，她很漂亮，唱歌很好听，身材很丰满，而且人很 nice， 最重要是他的人很亲切。我喜欢跟人很亲切的人做朋友，或者是跟他一起吃。那我跟 Serene 呢，我也可以跟你啦，就是说如果你跟我做朋友的话，我喜欢吃东西的当中呢慢慢的聊。好，我们看看这个 Pandan Chicken 哦，看一下这个 Pandan Chicken 有点像那个 Dumpling 哦，就粽子，对不对？也是台湾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呢你看蛮大的哈，我相信大家这个也可以配饭啊，但是也可以这样单吃。这个 Pandan Chicken 呢， Pandan Chicken 你说你$8 有这个四粒，我再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Pandan Chicken 是怎么什么模样。 OK， 那 Pandan Chicken 也有配它的 Thai Sauce， 等一下我 try 它的 Pandan Chicken with the sauce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Pandan Chicken 呢，它的叶其实很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它的味道啊包在里面，所以你吃到那个 Pandan 的味道 for the chicken。 为什么我用手吃？因为现在我一个人吃，没有人看我， OK， 非常的入味。 It's only when you order then they cook， 而且它的料是现做现卖的， OK。
那你看它的 banana 根的叶子。好，我们现在看看它的，我用手吃啊，因为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吃 ，OK？ So I don't need to be so 很仪态的。我们看看它的根，噔噔噔噔，看到吗？它的根 so sexy， 对不对？好，我现在 try 给你们看，我 without the sauce。Very juicy， 看到吗？它根 ，OK， 前前后后，这边是不是很多人也喜欢吃鸡肉的？这个反正这个很香。Hi Alice Low， thank you for watching。Serene， 帮我 like and share， OK？ Alice Low， 帮我 like and share 可以吗？谢谢你们，你看，fantastic， 很香，它的本身整个非常的香，这个它前面腌的时候是放了很多调料，又是泰国的 homemade 的调料。Serene， it looks delicious and it tastes delicious。OK， 我现在 try 它的 Thai sauce 啊，也是 homemade 的 Thai sauce。OK， 先做先卖，所以要等的，这边等很值得等啊。为什么呢？好吃的东西就是值得等。好，我现在 try 它的 banana chicken with the sauce。你看到这个 sauce 哈 ？OK， 看一看。Very nice, very delicious. Serene， 谢谢你来 and share， 谢谢谢谢。鸡肉一定要嫩，鸡肉也一定要新鲜。吃到我满嘴都是油腻腻的，没有办法，好吃的东西是这样的。有时候你跟一群朋友吃东西啊，你也不用这样的 cakey 了。Alice， 这假发加红鼻子会更 Q 呀？我放了红鼻子我就很难吃了，因为。吃的东西很多东西，这边痛痛痛。Hello Alice， thank you， you share 了 ，appreciate， OK。再一次的介绍板丹鸡根，他们 homemade 的，看看他的鸡根，看到吗？一二三四四粒，四粒板丹鸡根才卖八块，前面是一粒两块。吴丽颖，谢谢你收看我的 Facebook Live， 很，他的这个。鸡肉不只是香，而且吃得很满足，很饱的这样吃，看到吗？它的鸡肉非常的鲜嫩多汁，鲜嫩多汁。刚才我这样咬一口，我就觉得我可以咬到十多次。好吃给你看，太好吃了。板丹呢？板丹鸡根呢？它的板丹呢？把那个味道啊入进去里面。所以你吃到板丹的香味，板丹有一种香味是不可取代的。当然你可以 without 板丹，然后你这样煮，但是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效果。Thank you Kelly for like and share, appreciate。下班了吗？你们吃饱了吗？还没吃饱来吃我的这个泰国菜。99 Store Thai Story Kitchen， 我 try 它的 sauce 给你看了、哦，他们 homemade 的 sauce， 全部的东西是来自泰国的 ，nothing that you can be found。在巴萨买或者是 supermarket 买的，This is best。谢谢你吴丽颖帮我来一圈。我咬它的鸡肉啊，是爽在嘴里，真的。Kelly Yo， I'm eating 99 Thai at home。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support。Yummy， yes， it's very yummy。Kelly， 你可以告诉我你点的什么菜？或者你吃过 99 Thai Story 的什么菜，你觉得可以分享一下，让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吃了些什么。当我吃这个鸡肉的时候，我只能够跟你讲的就是说，你看它的鸡肉，看到吗？ OK， 嫩嫩的， OK， 嫩嫩的，香香的，有没有？它的颜色方面呢，是一点点的curry 的感觉。OK， Hi Rafiq Abdul， Thank you for watching my Facebook live。Please help me to like and share， Thank you。好，我再吃看看这个根。真的很开心。
有时候你会咬到啊，你不小心的咬到自己的手，没有办法，因为那个鸡肉的香味哦，它的整个东西会留在你的手，所以你不要浪费掉，你可以这样吃。Hello Eric Lim, thank you for watching my Facebook live. Eric, can you help me to like and share? No, thank you so much. 好，我现在在 try 它的 sauce, 它的 Thai homemade sauce, homemade sauce 就等于他们独家的，你外面买不到。OK, 它的 sauce。酸酸，一吃就就有点酸酸的感觉，甜甜。这个配饭很好，非常非常的好。有时候我们吃东西，我们忘了吃饭，但有些时候，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有很好的 matching dishes。所以这个粉嫩鸡根呢，是非常的配饭。看到吗？OK, 它有皮在里面，但是它皮不多，它皮非常的薄，你看到吗？所以你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Thank you, Eric, for sharing and like, appreciate. 我跟你讲，你要不要放那个Thai sauce 呢？是 up to you。但是呢，我本身觉得你有事 try。Oh, Kelly, I ordered mango salad, dumpling salad, green curry.Tom Yum Soup, Pork Collar, 昨天我也刚吃了 Pork Collar, 非常好吃。Crispy Golden Mushroom, Fish Cake and Fresh Prawn, Very Yummy. Thank you so much, Kelly. 你真的是我们的 Happy Supporter. 谢谢你。Welcome, bro. Thank you, Eric. 看到吗？我现在吃鸡皮哦。有些人不吃鸡皮，但是它的鸡皮很薄的。滑滑的，没有压力。你看我咬我的手，就证明说它的味道一直留在我的手中，我不会浪费掉，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吃它的香味。当然少不了它有加一些，比如说 tomato, OK, 看看一下。当然除了今天我介绍以外呢，如果你有时间你来这边的话，它有很多 menu。Hello, Jasmine. 昨天你 order 那个 olive fried rice 吗？好不好吃？是不是你 order olive fried rice 啊？你觉得好吃吗？有什么 feedback 吗？好，我吃一二粒 of 这个 pandan chicken。每次我去台南的，不管是 Chiang Mai、Hajai 或者是 Bangkok。I will order this pandan chicken because this is my favorite dish.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Okay. 看到吗？ Okay. 有一点点烧焦的感觉。Okay. 但是这种焦是可以咬着吃的。我要喝一口 Thai iced tea 了。等一下我介绍你 lemongrass drink. Okay.因为有些朋友昨天问我说有没有 lemongrass drink, 他们有 lemongrass drink, 对不对 Felicia? 好，等一下我除了这个 Thai iced tea 之外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 lemongrass drink, 很好喝的。Serene, 下次你来你一定要吃这个 pandan chicken, 你看到吗？它的 pandan chicken 是非常的 sexy, 你看 juicy juicy 的，我吃了一粒，现在这个第二粒真的是吃不够的，你知道吗？因为太好吃了，而且 QQ 的，爽爽的，在那个口里面哦，一直滚着滚着滚着。Hello, Derek Hin, thank you for watching. 好，我现在这样单吃先。这pandan chicken真的很滑 ，very soft.Juicy and soft and tasty and delicious. Overall means shiok. Okay. 我现在加了 sauce. 酸酸，一点点辣。它的 sauce 比较偏向于甜跟酸，没有怎么辣。Okay, 我的这个 poster 掉下来了。不过呢，我的 marketing manager 帮我连回去了。OK, 99 Thai Story 的电话号码，再次的提醒，如果你要吃正宗的泰国菜，泰国人煮的，
而且价钱非常大众化，有 delivery 也可以下来。9773-3887 Bishan Street 11。昨天呢，我上了Facebook，很多人开始订那个 reservation。You can reserve your table. You can even reserve how many and what did you wish to order. Especially 有一个 menu， 一定要预定，就是它的 crab。它的 crab 是 one day in advance。为什么呢？要新鲜，他们才煮给你吃。他们不是收到那些糜烂的那个 crab 给你吃，所以你要 one day in advance book。This is my favorite drink, Thai iced tea。你去到泰国一定要吃 Thai iced tea， 不可能不喝 Thai iced tea。但 Thai iced tea only $3。好，今天除了介绍刚才我吃之外呢，我要隆重的介绍，大家也许有兴趣知道的 best seller。看到这个 best seller 吗？什么叫做 best seller？ Best seller 就是卖的最好。为什么最好呢？因为他们好吃之外，很受欢迎，不管是男女老少，不管你什么年龄，都会觉得，哎，看到他的 clay pot 的 crab 鼻魂吗？他的 soup。OK， 我昨天有介绍这个，哇，大卖，很多人 order 这个 prawn 鼻魂 soup。OK， 那么 Thai crab 鼻魂，可能你现在荧光幕看了是倒转过来，我解释给你看。Thai crab 鼻魂 ，OK， 你要 one day in advance order， 因为他的 crab 是要 pre order 的。It's only $40. 你可以现场吃，也可以 pre-order. Delivery charges based on your location. Hi, Victor Guo. Thank you for watching. Victor, can you help me to like and share? Derek, help me to like and share. Jasmine, 帮我 like and share 可以吗？谢谢你。还有 Thai Big Prawn Bee Hoon. 为什么是 Big Prawn？ 昨天节目我也介绍，它的 prawn 真的很大，从我的头上面到我的这边，大大个。So it's value for money. Okay. Thai Big Prawn Bee Hoon, $26.这个是他们的 best seller， OK。 当然你要 add on 也可以， add on 的意思就是加料，加料呢你可以加 mussels， OK， mussels 才加$8，你要加啦啦也可以， only $6，你要加 bee hoon 也可以， $2，你可以加 soup 也可以， $2，所以可以说是 make to measure， 就是单单如果你这样吃你觉得不够，你可以 add on， 但如果你不要 add on， 它的整个quality或者quantity都很满足，这个应该是两三个人 more than enough。昨天我吃这个 prawn 鼻魂 soup， 我觉得可以3-4个人吃。如果大家是没有吃的那么多的话，应该是刚刚好。所以当你来这边 order 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它的 menu 方面哦，这个是他们的 best selling。我本身会觉得你应该要 try 一 try 它的 crab， OK， pre order crab 可以现在打电话预定。OK， 跟他们讲你要 order 这个，明天送到你的家，或者明天你来吃。Telephone number 就在这边，9773-8887。OK， this is the number that you should screenshot and remember. 9773-8887. Because sometimes we are very busy, we got no time to come down and eat, and we stay a little bit far. You can actually pre-order or reserve for crab one day in advance. All right, the rest of the dishes you can order on the spot.好，现在我要介绍另外一个是他们的 set。 他们的 set 方面呢，一点压力都没有，反而我觉得非常值得。因为呢，它整个set 方面的整个 combination 都非常非常精彩。我简单的解释让你们大家有一个 understanding。 OK， you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我们的小助理，我们的 Felicia 又在掉了。OK， let me explain to you the value set。 OK， value set of 4-5 packs。We have $60 set, which includes sweet and sour prawn, 酸甜虾, Thai salad chicken, and then salted egg long bean. And then we have the Thai basil bean curd, and then we have pineapple fried rice. Oh, amazing, pineapple fried rice. 这个多多加起来才$60的 set, 4-5 packs, 4-5个. Hello, Bioactivated Bill, thank you for watching.Can you help me to like and share? Thank you, Bio. Okay. 那么另外一个 signature set， 听说这个 set 很受欢迎，每一天都很多人订的。Between 4-5 packs, budget is only $75. And what does it include? It includes clay pot big prawns bee hoon soup. 昨天我也介绍过。你如果看我昨天的 Facebook Live， 你可以看到这个。另外，你可以 order 到 steamed sotong with lemon garlic sauce， 还有包括 Thai salad chicken。Salted egg long bean, and then fried omelette chai po.
这个整个加起来它的 signature set one two three 的 one is only $75 so 这个 set 呢，如果你们四个人到五个人来这边吃，或者你要在家里吃也可以。OK， 只要记住我们的电话号码。OK， 刚才我已经介绍过那个电话号码，你们有 screenshot 了，对不对？一定要 permanently screenshot 记下来。OK， signature set number two。OK， 他们除了 one 还有 two set for four to five pack， 四个到五个人。OK， it's $105 这个呢是比较 premium 一点，比较高级一点。它的 set 里面 menu 包括 claypot crab 鼻荤 soup。也包括 steam sea bass with lemon garlic sauce， 也包括 sweet and sour prawn， 也包括 Thai salad chicken， 也包括 salted egg long bean。 Wow， 非常丰富的一个 set， it's only $105， so worth it。 OK， free delivery with any of the set purchase， 就是说如果你 order 这些 set 是 free delivery， 刚才我讲说 got delivery charge if you order not from this set，它有 delivery charge， but if you order from this set there will be delivery， if you order from this set there will be no delivery charge， and 10% off for self collection， 就是你 order 了过后你自己来 collect， 哎，有 10% 非常的划算。 OK， OK， only on Friday and Saturday and Sunday free delivery。 OK， 我给他们 10% discount， 给他们 order 这个 set 在拜五拜六礼拜，如果拜五拜六礼拜 order 10% discount， 对，哇，我们的老板很好哎，刚刚来了一个好消息，我再讲多一次，如果 order on Friday Saturday Sunday free delivery this week no free 10% discount， 10% discount， 哇，就是说你 order 这些是还有 10% discount， 还有 delivery no charges， 有 delivery 有 charge， delivery 有 charge， but 你给 10% discount。My goodness， 今天就是9月9号的大日子。还有加一个甜品免费的。哇，还有加甜品，我的天哪！今天你们看这个节目真的是爽到。Only for this Friday, Saturday, Sunday 的这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板 ，OK， 就是给你 10% discount if you order。OK，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a basic delivery charge。我觉得很多东西呢，timing 很重要，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的老板看节目的时候也是心胸开怀，就给大家分享这个 offer。Hello， 包勋平，谢谢你观赏我的节目。我们的八哥 ，MediaCorp 的 Big Time Artist， 我看你的电影，看你的电视剧。OK， 今天轮到你看我的 Facebook Live， 希望你会喜欢。那么我介绍这个 Thai food， 我知道你也是很喜欢去 Bangkok Thailand 的。OK， 我们看看这个 Pandan Chicken 哦 ，Pandan Chicken，Pandan Chicken crispy and juicy， 刚才我吃了一两口，我非常喜欢。爽在口里，感觉啊，它一直 melt 在你的嘴巴里，好像在跟你谈恋爱的一种感觉。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就是为了吃而吃，但是你吃pandan chicken的时候呢，你不但是吃了而吃，而是你吃得很开心，你会觉得人生是充满着希望。为什么我这样讲？有时候你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听了一首歌我们会感动，我们的心情就好一点？有时候我们很颓废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吃一吃我们喜欢的东西？有些是 comfort food， 吃了就是很 comfort， 吃了过后呢你会觉得心情就比较好一点。毕竟呢生活非常多的压力， especially 现在 COVID-19， 我们不要每天给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给打这些好料。而且呢这个四粒哦才10块钱， OK， sorry， 这个 pandan chicken 才8块钱，天哪，一粒才2块，一粒2块的 pandan chicken 是非常值得的。看看它的 pandan chicken 哦，pandan 呢，它的叶子呢包着这个鸡肉，所以把那个 pandan 的味道也融在里面，所以你吃到它的香味儿。而且最重要呢，它是油而不腻，就是说你会摸到一点点的滑滑的感觉，但这些油是很正常的，因为你煮这些东西不可能没有油的，看到吗？它整个鸡肉就是这样的美美的呈现出来，一点点的烧焦。OK， 我们看看它的鸡肉。OK，
OK。好，我们就现场吃看看。嗯，我吃了第二粒，我都觉得好像不够，第三粒也不够，因为本来几个是澳的话，我们去泰国旅行的时候，或者我们去泰的时候，我们都会 order 的一个主流的一个 street food， 加上它的 sauce 就不同的感觉，配饭也不一样的感觉哦。看它的那个 Thai sauce， 它的厨师自己煮的，嗯，它的 Thai sauce 呢 match 这个板蛋卷是天衣无缝 ，OK。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道菜了。第三道菜是什么呢？哇哦，是 my favorite Tom Yum Red with Seafood Tom Yum Soup。大家都喜欢吃 Tom Yum Soup， 对不对？今天介绍的是噔噔噔噔，我们看一下，这 camera 调低一点，因为这个不可能拿的。OK， 噔，看到吗？哇，那个烟跑出来，他们现煮。你会发现这边煮方面哦，他们是用心煮，所以时间要花一点点。所以我们看看这个Tom Yum Soup。OK， 调再高一点点，就可以看到我的脸了。对了，好，现在大家看到Tom Yum Soup，也看到我的脸。那味道是怎么样呢？一定要由我品尝，你们才可以感觉到那个味道是怎么样。Tom Yum Soup有两种，一种是 clear， 一种是 red。那么还有 Thai Green Curry 这些等等。大家如果吃泰food的话都知道，这些是泰国人很厉害在煮方面所特别呈现的不同的味道。你今天想要吃 clear 的，明天你要吃 red 的，后天你要吃 green 的，都可以。而且他们有 mushroom 啦，有 vegetarian 啦，也有 seafood style 的，什么都有，还有 chicken 的，所以 up to you， 你看你要 order 怎么样。今天我这个 order 的是 seafood，西服是我的 favorite 了，但是不要说我喜欢西服我就一定要吃西服，因为有些时候我很在乎的是它的 freshness。 那么吃这个 Tom Yum Soup 呢，我一定要配什么 lemongrass drink 啊，因为 Thai iced tea 差不多要完，这边的 drink 是永远喝不完的。 lemongrass drink is my favorite， 因为那个是很清凉，配的这个 green curry，这个一定要配饭，但是今天我不要吃饭给你们看，因为饭很 common， 对不对？做节目给你们吃饭也是不觉得很需要。好，这个 Tom Yum Soup 呢，你看到了吗？它首先我看看这个它的 mushroom， OK， 很大的一块 mushroom， 嗯，哎呀，我一咬那个 mushroom 嘛，那 mushroom 溢出来那个汤，就是说它已经熬了一段时间，所以呢它把汤跟那个料一起融合起来。 Hi Selena Audrey， thank you for watching， please help me to like and share。 Hi Sylvia Tam， thank you for watching。 那汤方面呢真的是很鲜甜。好，我们现在再吃多一次它的，喝多一次它的汤。嗯，辣中带酸，泰国菜就是这么迷人，又辣又酸。嗯，好，谢谢粉丝先生送来这个我的 favorite lemongrass drink。刚才我给大家看的是我的Thai iced tea， 现在是 lemongrass drink， 非常 crystal clear 的。嗯，看到的 lemongrass drink 吗？正宗的泰国 style 的，不是有些 restaurant 他们是 bottle 一打开就放进去然后你就喝，那个不正宗的，这个是正宗的，现煮的，他的泰国厨师现煮的，他的料 ingredient 也是从泰国运过来的。 OK，那么刚才我吃了它的 mushroom， 现在我吃看看它的鱼肉。因为这个 Tom Yum 今天我吃 red 的哈，它有 clear 的，它也有这个 green curry， 所以呢 Tom Yum 方面呢，在它的汤方面呢是很多种煮法，你可以根据你个人的要求
来 order。好，我们看看它的这个 fish。嗯，非常非常的新鲜。嗯，嗯 ，it's very nice, very delicious。嗯，这种汤哦，可以每天喝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很配饭，然后弄到你的胃很刺激，很开胃。其实现在人们就很幸福，不用去到泰国吃到正宗的泰国菜，你可以打电话 order 就可以，在我后面97738887，我这边就看到了，打一通电话你可以 delivery order。 而且呢，这个 Tom Yum Red with seafood 呢 it's only $9 $9， 我这么大碗可以两个人 share， 一个人也可以，两个人也可以。我觉得用一对情侣来 share 这个seafood soup 呢，怎么样呢？是非常的 romantic， 因为你可以 match with the rice， 然后呢，它的海鲜料也是非常的多。嗯，嗯，我吃到那个鱼肉真的是很新鲜，非常非常有满足感。嗯，好，我现在喝到的汤多一次。看看我这样滚一滚它的 Tom Yum Soup， 真的你可以感觉到很丰满的一个 Tom Yum Soup， 从里到外哦都是很实在的。OK， 而且呢，他们用的 ingredient 跟它的整个料呢都是来自泰国的，所以呢，你不会说被骗到有些地方哦，他们用的是supplier 下接的，那这边呢，他们从泰国那边运过来。嗯 ，the soup is excellent, very authentic。真的，很多次我们去泰国，我们吃这个 Tom Yum Soup， 我们会感动，是因为它很正宗。但我们回到新加坡，我们就变得很 depressed。哎，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吃到我们想要吃的味道？其实这边有 ，OK， 就在这个电话号码97738887，打这个号码可以 delivery order 99 Thai Stories。嗯，哇，那个汤真的是爽到，它的整个味道就是酸酸的，酸酸的，然后一点点辣的，我不觉得呛，但是我觉得很温顺。Hi Ashley Chan,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shley， 你在 KL 还是在新加坡，还在做美食节目对不对？我有看。OK， 看到吗？现在这个手冻，那冬阴功怎么可能少不了手冻？一定有手冻的。你看那手冻，白白的，那手冻很 QQ， 咬起来，嘴巴很有嚼劲，咬啊咬啊咬啊，咬到外婆桥。云平的南十桑，南浪变得灵。老汤来菜饮，山肉甘煎，温来个冬，一起唱，来来个冬，唱啊，来来个冬，来个冬甘凉，哦天龙叫哦马兰蹦，兰蹦温来个冬，兰蹦温来个冬。半我送的老熟斋，半我送的老熟斋。刚刚唱的是泰国的国歌《来个冬》，OK，《来个冬》呢是泰国的国歌，大家都会唱主流的歌。我为什么要唱呢？是因为我吃到正宗的泰国菜，这个感觉整个 feel 就好像来到了泰国。Actually， 我是在 Bishan Street 11 Block 151。吃好料呢，可以让一个人觉得很幸福。可以让一个人活得很实在，所以呢，我建议你们呢、如果你找不到自己，你失去了方向，你要找到自己的话，你去找你想要吃的东西。如果泰国美食是你一直想要吃的话呢，你一定要来到这个 99 Thai Story。为什么叫 99？ 为什么不叫 69？ 为什么不叫 89？ 因为在泰国来讲呢， 99 是个 blessing， it's a good number， it's a good luck number。你去到泰国，每个人都会跟你讲他们要的 number 是什么，都是会讲 99， 所以呢，这个 restaurant 叫 99， 希望大家吃的时候
很有满满的幸福，很有祝福，很有 blessing， 很多 good luck 的感觉。OK。刚才我吃到它的sotong mushroom， 还有它的鱼，它的 tom yum soup bread 的。OK， 那么现在我应该在西部方面少不了的是什么？少不了的是什么？好多，什么都有哎，不是少？好，我们刚刚吃到所有的料当中，我们还没有 try 它的 prawn， 它的虾。Hi Lin Gan Yu, thank you for watching. Help me to like and share, thank you. 好，我们现在吃看看它的虾哦，看它的虾有没有真的很有虾味儿 ？OK。真的是先煮先卖先宰，烧烧了，很烧，五分钟过后还是那么的烧，听见了？就他们滚了多久？一点点都不要留，看到那个香。我那天吃这个 clear tom yum soup， 很多人 order， 今天我 order 的是 red， OK， 当然它还有 Thai green curry， 它的煮方面呢有 seafood 啦，然后也有这个 vegetarian 啦，然后还有 chicken 的。我再一次的给大家介绍它的汤哦， tom yum soup 的汤是很重要，只有它的汤方面呢能够把那个味道给呈现出来，我们再看一下。欲罢不休，真的有些汤真的是可以喝到整碗。哇，如果有白饭配更好，但是我不要吃白饭 ，OK， 因为我要多多的品尝它的料，因为等一下还有更美味的。今天你们真的是有福气。Serene 怎么样？你已经 order 了没有？你这么挑吃哦。梅姐就是梅姐，新加坡的梅姐就是梅姐，她们就是要美丽，要身材好，要皮肤滑，吃的东西是非常的挑，所以呢我介绍你来这边吃，肯定你不会失望的。第一，它的料新鲜，第二好吃，价钱非常大众化。我这个 tom yum soup 啊，你猜看看多少钱？这个 tom yum red seafood 才$9 $9 my god， 在哪里可以吃到正宗的泰国菜？我们不要讲说那些普通的餐馆，普通的餐馆也许有些很贵，但是不是正宗的，这个是正宗的。OK， 你看它的汤，哇，真的已经十分钟了，还是那么的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场煮的熬了很多小时。其实我每次吃这些素方面呢，我很注重它有没有放 onion， 这个有啊，你看它的葱，它的 onion， 其实我很喜欢 mushroom， mushroom 有很多种，对不对？有些像这样的一条一条的，这个一条条的这个 mushroom 吃起来没有负担，也不用咬得那么辛苦，有些 mushroom 是很大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呢是刚刚好一条一条的进去慢慢的咬，非常适合小孩子老人家可以品尝的一个tom yum soup， 因为它每一个quantity哦，它的量方面呢都control得很好。好，我们现在再吃多一次它的汤哦。我本身很喜欢手冬啊，所以我们看看那个手冬有什么，有什么跟别的有没有不一样？那手冬很 Q， 方方的，很新鲜，你可以吃到它的鲜味。这个 tom yum red with seafood 价钱非常的大众化，才$9呢。OK，
很有幸福感。它的汤哦，滑滑润润的，辣中带点酸，非常值得。你看，我现在已经吃了大概十分钟哦，这个汤，我还是感觉它很烫很热。Hello Silver Tom, Hello May, 现在你才来看，吃饱了没有啊？Like and share 哦！我现在正在吃这个 Tom Yum Rib 的，今天是 Seafood 的。我跟 May 常常吃东西啊，都很喜欢吃这个 Thai food。我们吃过 Mookata 很多次，他很挑吃，我也很挑吃。所以我们在吃方面呢，一定会选择它的新鲜。所以呢，我跟 May 来这边吃过他的 Mookata， 他的料很新鲜，他的汤非常的好，而且呢。价钱非常的大众啊，这边有摩卡达开到三点，他的 business hour 我再讲多一次，十一点到三点，然后他们休息一下，然后五点半开，然后到三点 3 a.m. 所以年轻人或者你不能睡觉的朋友们呢，夜猫子呢可以来这边吃 ，OK？ 好，在最后再 try 多一次这个 mushroom， 嗯。Felicia， 我们的 clipboard prawn 要好了哦，因为我的 files 已经差不多要完了。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吃东西是不是要有节奏感？其实有些时候吃东西要有节奏感之外呢，要顺着那个 chef 慢慢的煮，因为那么如果他们快快的煮，你快快的吃，但是quality不在，你也吃得不爽，对不对？好，林坚佑，我没有跟你见过面，但是这个请你喝 lemongrass，OK、okay。没说好吃 ，yes。这边可以来一百次，你都不觉得腻，因为它的 menu 有很多，接近一百个。他们还有一些 signature dish，OK，、okay， 他们的 best selling 我再一次的介绍 ，clay pot Thai bee hoon， 有 Thai crab bee hoon。Which is $40, Thai big prawn bee hoon $26, okay. 还有你可以 add on with mussels $8, dala $8, bee hoon $2 and soup $2. 所以呢，这个呢，它的整个 menu 里面呢，是非常适合大概四个人吃。如果你要吃 crab 的话呢，是$40；如果要吃这个 bee hoon 的话，是$26， okay。整个 ingredient 方面呢，都是来自泰国的，所以你不会觉得说是不是很熟悉，在哪里吃过？没有，你只有在这边吃到它的正宗的味道。OK， 它的 value set 了 for 4 to 5 packs， 这个我觉得很划算，才60块，四个人到五个人 share 的话，你可以吃到 sweet and sour prawn， 你可以吃到 Thai salad chicken， OK， 你可以吃到 salted egg long bean， 还有 Thai basil bean curd， 还有 pineapple fried rice， 这个才60块 ，OK。Okay, this drink is good, lemongrass. Yes, 我们都喝过它的 lemongrass， 非常好喝。其实它的 drink 方面呢、哦，也是很正宗的，因为也是泰国人煮的。Okay, maybe about 5 to 10 more minutes. Okay, right, 5 to 10 more minutes 可以看到我们吃另外一个它的非常怎么讲，很红的一道菜了。它的 vermicelli 的煮法是非常的精彩的。好。我们看看这个 Tom Yum Soup， 我昨天应该讲前一阵子我介绍这个 Thai food 的时候，这个 Tom Yum Soup 的时候，我是用 clear 的那个来介绍。今天我介绍的是这个 red and clear 有点不一样， red 是红的，是有加了那个 red chili 的， clear 是比较清透的，但是它的酸中也带辣。泰国菜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煮法，就是他很喜欢加一点酸一点。The Thai iced tea is very nice。它的饮料方面是不会令人失望的。简单的来讲，你来这边吃哈，是没有一道菜会让你失望的。而且呢，如果你打电话 order this 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 呢 ，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 如果你 order 的话是 free delivery。It's only on this Friday, Saturday, Sunday。Okay。Then。刚刚介绍的这个 set 方面呢，
大家看到哦，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 order set， 是为什么？因为方便，你不用去想那么多，你只要看它的 set 里面有什么，然后那个 budget 是你们的话， OK， signature set 1 4 to 5 packs， OK， 这个也是很 hot selling 的。我简单的解释，让你们可以考虑一下。你看这个 set， 这个 set 是 clay pot big corn bee hoon soup， steamed sotong with lemon garlic sauce， Thai salad chicken， salted egg long bean。Fried omelette chai pho. It's only $75. Okay? This $75 set is set 1. You can order this. What number do you order this set? Okay, this is 9773-8887. Okay? So, you can order signature set 2. Signature set 2, please look at it. Okay? Signature set 2, your clay pot crab bee hoon soup. Wow!大家一听到 crab bee hoon soup 就会觉得很精彩，对不对？还有 steam sea bass with lemon garlic sauce， sweet and sour prawn Thai salad chicken， salted egg long bean， 这个是 105， alright， the budget， it's very worth it， 因为这些是比较走 premium 的路线跟平民的路线。如果你不想花太多钱，你可以 get 这个 set of $60， OK。那它有另外一个 set， 也有 75 的。那么另外一个 set 有比较 premium 的是 105， OK。全新加坡都有这个 red ruby dessert or not？ 有没有 red ruby dessert 这边？啊？明天，哇哦，妹，你问的问题很好。他们有，但是明天开始就有，所以明天开始你如果来这边吃的话呢，他们有 red ruby dessert， OK。其实这边泰国应该卖的东西他们都会卖，只是看他们的 arrangement。 比如说刚才我讲你要 order 他的 crab 的时候呢，是 one day in advance。 OK， 你看看这个，surprise， 很惊讶。惊讶什么呀？惊讶它的那个 mushroom， 你可以吃到那么的脆脆的。今天我这个那个泰国歌你们还喜欢吗？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你可以 rewind 看前面，我蛮常飞的，主要是介绍一下我的整个那 Denied Thai Story 里面的 decoration。 你可以看到它 table 方面蛮多的，所以有些时候你要 privacy， 你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party function 的话可以。 I love dessert， 哇， Thank you May for your support。明天开始你可以来这边吃它的 Red Ruby Dessert， OK。 其实我跟你讲，你吃这个，你喝这个 Thai Soup 的时候你不觉得腻的，因为它的汤哦一直留在你的嘴巴里面，所以你一直喝一直喝很顺的在那边喝，不知不觉你会觉得说好像喝了很多口。你会发现我一直吃 mushroom， 我本身很喜欢 mushroom。 还有呢，它的汤，看到它的汤吗？那我知道妹也是很喜欢吃 mushroom 的，它的 mushroom 很新鲜。 OK， 我现在吃它的鱼肉给你们看一下，很厚实的鱼肉，非常的 thick and juicy。 OK， 我刚刚有咬到了，我觉得它的每一个料它们放进去里面都是非常的值得 it's worth it。我咬到它的鱼的鲜甜，鱼的新鲜，因为它 match with 那个汤里面了，它的汤已经融在里面了。OK， 看到那个鱼肉吗？很厚实，对不对？他们毫不吝啬的给你那么大块的鱼肉。真的很有幸福感。有鱼，有索冬，有 mushroom， 它整个 seafood 的那个很实在的配在里面，这个 tom yum seafood 有 clear 的，也有 red 的，然后有 Thai green curry。 再次跟大家讲电话嘛，97738887，一定要 order。 OK， 99 Thai Story Kitchen。看到
有这个汤方面哦，你如果仔细的喝的话，你会感觉到非常实在的。嗯 ，Wow, the fish, yes, the fish is very nice.好，现在来到另外一道菜，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我们的重头戏。晚飘的南沙松南糯，甜的流老汤来菜影，神肉甘煎温来个冻，来个冻，噔噔，看到那个烟了吗？哇、wow, 真的是要唱过新年了，今天好像是大年初一的感觉啊，团年饭。看到这个虾还有冬粉，好像刚才有人问冬粉对不对，现在我它的 claypot， 哇，热腾腾的。有时候我们去泰国，我们去 Bangkok 的 Yawa Rat 吃，我们会觉得哎，这一档好吃，那一档好吃，其实你可以来这边吃都可以吃到很好吃的，不需要吃到 Bangkok 那边去。好，我们看它的冬粉哦，这个呢，价钱非常非常的划算 ，OK。Thai star claypot pro with vermicelli 16块 ，Is it very spicy？ Yeah, Serene. Oh, I like the soup you're eating. The soup is not too spicy. 他们的整个制作的过程中，他们的辣呢是不会呛到太过，很伤到你的脑筋的，是刚刚好的 ，OK。后面有眼泪的女人。是不是辣椒太强？哇，妹，你看，嗯，庸医 must go try， Serene you must try， OK， 这是我的 the prawn， 我现在吃看看它的 vermicelli， 就是冬粉，给大家看到冬粉，滑滑的，嗯，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放一点醋。有些人喜欢放醋，我觉得刚刚啊，它有 garlic， 看它的虾，这个虾好大的一只虾，而且呢，我昨天其实有吃虾，很多人问我，天哪，有这么夸张吗？真的不是夸张，是真的很好吃，而且很大的虾。OK， 我吃一个虾给你们看。它的虾可以让你跳到心里面。Claypot vermicelli prawn 非常好吃，我还是要咬一口它的冬粉给你们看。这个 claypot prawn with vermicelli 呢，16块。$16. Good. Yes.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我今天介绍所有的美食呢，请打9773-8887。This is the number that you must remember and screenshot. Yes. And the address is block 151 Street 11, Bishan Street 11. Business hour from 11 to 3. You take a short break.Then 5:30 continue until 3 a.m. They have a lot of interesting, nice and delicious food, all at affordable rates. All right, and they have the very delicious mookata. One day I'll show you. So I'll sign off now. My name is Jeffrey Chung. 我是钟天飞。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 live. 我们 see you 明天见哦。6 to 10在这边。Bye.